好的，今天对，没错，就是哈，不要讲，好好讲重，讲重点。好啦，我们那个四号机又让我想抽的原因是第一个，本日主打星呢没有五星哦，我的不二丸还差，对，40片五星，然后呢我的雪女才刚四星，所以呢也就是说呢，我抽这一台是绝对不会亏的。我们来看。我把不二丸给抽到满的话呢，会是几抽呢？我们呢今天的目标呢，不是抽那个什么农业差机那个废物，好，不要讲人家废物，或许人家很强，可是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其他人强啊，随便不重要，重点是这个40片，然后我就可以五星不二丸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抽到40片呢？我们要花多少才会抽到40片呢？我们来抽抽看吧。好。前面记前面六抽之后还是五抽之后呢？现在就是今天的第一抽，好660，给我不二丸，干，才六片，就跟你讲说给我不二丸啊、哦，不然给我玄女，给我玄女，玄女来玄女。干，真听话！不会玩，不会玩，这么听话，给我不会玩。哦，好多不会玩啊，超多不会玩哎、欸，这是，这样才九片啊，没关系，再抽再抽，抽到倒闭。看这二阶经验券可以不要吗？这个很伤哎、欸，这真的，你给我这个，给我这个，这个我也勉强可以接受，你给我这个干嘛、啊？欲哭无泪。好，我们看到720片啊，到底抽几抽啊？看可以不要给我金属吗？哦，好，真的好多不二丸啊！干你不二爆，来78片。距离五星就剩下多少片啊？看不二爆、啊，哦，又是不二 ，nice， 平均六连抽会有两颗是不二、欸，哎，几率还算不错。好，再一次，给我满满的不二，农业差机都是屁 ，nice， 我心在滴血。精神胜利法，好伤心哦！好啦，我们估计这一抽应该可以抽到多少片啊？哦，九片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，我抽了整整40片啊！好啦，那我们很明显的这个，我们是要用体力来刷呢，还是用奖牌呢？体力一次。到了，好了，恭喜我们这一次凑到一只五星不二丸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们恭喜我们可以不用刷不二了，用抽的抽出39片，对，很抽爆，不二丸掉很多，农业差机去死吧，对。虽然说当时他出的时候，我在那边讲说啊，一定要抽爆啊，可是他又不给我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二丸直接删掉哈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很高兴我全部都共估了，然后呢，凑齐了五星不二丸，我有一只那个精英角五星了。好了，既然说要五星，可是他没有五星啊，那我们来给他五星吧。好，来500片，可以让所有角色五星。好，已经经过计算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呢，把不二丸给邀请出，要邀请吗？没意义啊！我证明这个，然后呢又没差，不然我你用算的给你们看。其实之前我就稍微算过，就是那个在哪里调查配置有了。这个调查配置我们这有配置说，好比说你邀请半藏的话是20片，然后你身上三星是40片，然后你身上四星是120片，可是。精英角也是一样的，邀请你付50片，然后身上四星，你就付120片，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
然后接下来40、50、60、80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看我其实凑500篇就可以那个了，啊，不然就是再这样子啊，这其实大家都应该算过了，那个500篇的话是，以精英角为例的话，欸，等一下，这样子会跑到 FB，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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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， 算了啦。好比说，我刚刚500篇，对不对？这个往上移，好，减掉邀请出来50，减掉绅士星120，减掉40，减掉50，减掉60，减掉80，减掉100，刚刚好是5星。所以也就是说呢，很明显的500篇等于5星，所以我们凑到52万5星了。然后暂时还是不会把它拿出来用。好了，不管如何，很明显的，我砸了5000人民币，加上那个4000，共计9000人民币，还是抽不到农业叉 C。然后呢，官方跟你讲说谢谢惠顾，拜拜。